它很大件，就是它可以塞很多衣服，而且它又更轻更柔软的感觉。它虽然没有刚那件长啦，但是它就是很轻很轻的那个感觉的布料。分享分享这个颜色，而且它的颜色是做有点青铜绿的感觉，我觉得很特别。因为大衣不外乎就是卡其色啊，然后咖啡色啊，然后灰色。可是这种比较特别的颜色，我觉得就是很难看到，很难找。所以我觉得你们这个月的可以戴，因为接下来应该是要开始变冷了啦。应该吧，应该吧，只是可以赶快戴。反正你拿到的时候，应该差不多就已经变冷了。而且这个扣子不是那种扣起来，它是做那个暗扣，所以它会看起来好像没有扣子。红扣了，放弃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它绑带，它一样也是有一个绑带，这是 Connie 自己设计的。然后我喜欢它的这个，它的孩子，我喜欢它的这个西装领，就是很好看，就是我喜欢这种领子，然后再露一点里面的领子。他刚刚本来要给我穿高领的毛衣，然后就直接拒绝他，我说我不要，因为我觉得如果像我一样比较肉肉一点的女生的话，就还是大家就还是安分一点穿V字领了，就看起来脸会比较瘦。所以V字领呢？